我的名字是伊恩。OK。我哪里丢钱去？其实。Nasty. Hey, listen to the man. Well, Godfather. 对我来说，如果是咸，就是更像个汤，而不是茶。People, people, gotta get over.伊恩是个老外，他来自大洋彼岸的威尔士王国，梦想这一场呼伦贝尔的奇妙之旅。有限的时间，如何玩转陌生的旅行目的地？请一起关注伊恩的选择。从中国的版图上来看呢，内蒙古是一个狭长的板块，它从西到东的距离可以横跨几个省区了。今天我是从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坐了2个小时的飞机飞到了呼伦贝尔，内蒙古东部的一个城市。今天我要在这儿见一位朋友。其实我也没有见过伊恩，我只知道伊恩呢，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内蒙古。用伊恩自己的话说，他对内蒙古、对呼伦贝尔充满了向往，非常的好奇。接下来就由我来帮助伊恩去完成他的呼伦贝尔之旅。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东临黑龙江省，西北与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作为呼伦贝尔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拉尔自然是开启呼伦贝尔旅行的门户和必经之地。嗨，叶，嗨，你好，是你呢？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呼伦贝尔。叶，我觉得观众已经有期待了，一个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神秘的客人伊恩出现了。那你现在先给大家来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伊恩，我是一个来自英国常驻中国的一个绅士。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海南三亚，就是很热的，就是我们祖国的最南端的城市。那么现在我来到呼伦贝尔来体验呼伦贝尔的民俗风情，我非常的高兴。把中国称为祖国，看来你是对中国非常有感情的。那当然了，我在中国已经有快12年了。然后我第二故乡就应该算是中国嘛，哈。第一故乡应该是英国，老家嘛。有请02号伊恩带来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伊恩来自英国威尔士，2012年在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演绎中国传统革命歌曲一炮而红，随后在多家媒体频频亮相，广受欢迎。那叶，你来过中国的北方吗？我最北的地方应该是大同，那个应该是大同，哎，山西大同，应该是靠近内蒙那个边境嘛。对，那你今天应该来的是最北了。对，在你的行程里是最北了。最北了。这次你的行程有几天？这次我有大概一个10天的时间。10天。对对对。内蒙古非常的大，10天的时间别说玩内蒙了，连呼伦贝尔我们都走不下来。哇哦，其实我看了，我搜索呼伦贝尔的时候，我看呼伦贝尔好像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是的，所以我们要有选择的来安排这次行程。我刚才在飞机上的时候给你制作了一份呼伦贝尔的风情美食地图，你来看一下。哇哦。呼伦贝尔市总面积2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和江苏省两省面积的总和。大森林、大草原、大河流、大湖泊，自然风光之外，还有多彩的民族风情。中俄蒙三国交界的满洲里，俄罗斯族聚居的额尔古纳，狩猎民族鄂伦春，曲棍球之乡莫里达瓦，陈巴尔虎旗等等等等，要从中做出选择，真是难坏了伊恩呢。其中4个哈可以选，对，包括海拉尔，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海拉尔，对吗？对吗？所以除了海拉尔之外，你还能选3个。3个 ，OK，是这样子，我很久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读的什么专业呢？就是俄语和德语翻译口译，所以我对俄罗斯也有一点感情，我想我们在这个离俄罗斯那么近的时候，何必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
在中国的俄罗斯人的一些风俗，中国的俄罗斯族，中国的俄罗斯族，对，我觉得很神奇，他们怎么来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要选择这个地点，额尔古纳，对，额尔古纳，可以吗？可以呀，当然了。好，那第二个，当然你说呼伦贝尔，最有名的我觉得就是那个草原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看那个草原。对呀，呼伦贝尔的草原应该是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之一吧？应该是，所以一定要去看。呼伦贝尔，我就不会唱，其实你还会唱这个歌呢，下唱。所以说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去。那最后一个呢？对，还有一个机会。我哪里都想去，其实。什么什么民族啊？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面非常古老的一个狩猎民族。那你觉得如果要选择这个狩猎民族，或者说这个满洲里？不好意思，伊恩，我不能替你做选择，你必须自己来选择。讨厌。好吧，那我就选择这个狩猎民族。可以，那我的任务就是尽量的去帮你完成你的愿望。谢谢。呼伦贝尔的中心城市海拉尔、陈巴尔虎旗草原、额尔古纳俄罗斯民族乡以及鄂伦春自治旗，十天的行程伊恩做出了选择。那么接下来的十天当中他会遇到什么？伊恩此次的呼伦贝尔之旅能否圆满呢？带着数不清的疑问和无限的期待，伊恩的旅程从这座城市海拉尔开启了。海拉尔呢，我对这个城市来之前没有任何的一个印象，没有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我就知道是边境，就是靠近俄罗斯，离俄罗斯很近的一个城市嘛。但是从我下飞机进城，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非常好。这夜色还是很美的是吧？对呀，这城市很漂亮啊。燕，你现在对这座城市有印象了吗？有。当然我来之前我以为哈，所有北方的城市都有雾霾啊，空气不太好啊，污染啊什么的。我来到这儿我发现其实这个城市不仅是一直是晴天的感觉，空气和天气非常的好，还是这个城市很漂亮，规划啊，秩序啊，很干净啊，我很惊讶。对，海拉尔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它是中国东北边陲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也被称为草原明珠。但是如果你只是从表面上去看它的话，它跟其他的城市没有太多的不同。你需要走进它去看，你就会发现它很特别。所以为了让你尽快地找到这种感觉，我今天晚上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一个蒙古族风格的酒吧。酒吧，对呀，我的最爱呢。好，那我们现在走。赶紧走吧，喝点小酒吧。因为海拉尔呢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它没有大都市的那种繁华。那如果你从一个城市去感受民族文化的话是很难的，因为城市都长得差不多。所以我选择了音乐，因为我知道啊，伊恩他是喜欢音乐的，他参加过中国达人秀，还进过半决赛，喜欢唱歌，所以我觉得音乐可以迅速地拉近距离，让他尽快地能够融入到这个民族文化中去，让他感受到。哎，伊恩，这就是了，猎人音乐酒吧。为什么叫猎人呢？因为猎人是他们的一个组合的名字。一个组合是吧？能听到他们的音乐了。在排练吧。在排练。嗨。你好。特，这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好。你好。这是燕今天给你带来的新朋友。你好。非常的开心。特，我觉得你这个阵容好像是变得强大了，以前就你们两个人吧。对我们猎人组合最早就是两个人，越来越壮大呢。因为我们这个酒吧也需要这个现场乐队的感觉，所以我们队伍越来越壮大。很棒。这个，你拿的什么东西啊？这个马头。这个就是我们蒙古
族的乐器叫马头琴。哦，很神奇，我好像没见过这个。对，就两条线。它总体看着是两根，但是这个世界上琴弦最多的一把琴，它因为有200多根。钱每一个都非常细、很细的，你看这么细，是用什么做的呢？尼龙线。尼龙线。现在是那古代时候的。早期是马尾。早期是马尾，那个马尾的音色非常的苍凉，但是呢，后来这个马尾它的这个韧性不是很强，所以它那个定弦它不是很多的那个调是定不了，所以慢慢演变成这个尼龙弦非常好。我们的这个马头琴的音乐特别的美，要不要听一下？可以啊，好啊，让他见识见识。非常开心。在那个酒吧里面，我第一次听到传统的蒙古族的音乐，叫什么马头琴，还有这个叫呼麦啊，他们的唱法传统的。他现在是在唱呼麦。我就想问这个怎么形容？这是什么？听起来真的像，很原始，就是像动物的叫声一样吧。哦，在你的想象力当中，你可以像你在森林啊什么，哎，这边有一个动物，那边有一个动物，一点点流眼泪了。他当时转过来跟我想表达，但是没有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旋律，包括那个调或者什么样，具体我说不清楚，有点像那种忧伤的歌，一点难过的感觉。差一点点，真的。马头琴的忧伤，它的旋律已经感染他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带他来这个酒吧真的是带对了。我们的音乐基本上是比较欢快的，我们传统的民族音乐稍微欢快，有一个节奏这样子，他们都是比较慢的，但是并不代表不好，那个旋律还是非常的美，也非常感人的。因为刚才这个是我们那个一个原创歌的一个前奏的感觉，所以都是很即兴的。我不知道你听着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当然，你唱的那些什么歌词我也没听懂，我算是外行的嘛。您的汉语说的太棒了。没有，谢谢郭江。但是我觉得让我思考很多很多事情，感觉，哎呀，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但是具体什么感受我不好表达。蒙古族这个马头琴啊，它是这个表现这种草原的辽阔，还有这个草原的忧伤啊，是别的乐器是无法代替的。对，这个它有独特的这个味道。音乐是无国界的。对，咱们不用语言把它说出来，感受就欧了嘛。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每个人的音响可能不一样的。是，他的那个对音乐的理解跟你的汉语一样，特别棒。对呀，伊恩也唱歌唱得非常好的。哎，你们今天晚上有演出吗？有啊，一会儿就有演出了。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你们利用这个很简短的时间合作一个节目呢？可以啊，就是玩嘛。要试一试吗？就是，好吧，音乐就是玩。来一曲吧，对，我们来一曲吧。OK， 什么歌呢？我不知道那个，我这要唱的是红歌。哦，红歌，那咱们唱这个国际歌怎么样？因为这个可以国际的红歌，可以吗？对，可以，我们的国际国际文化交流，对，王帅，好，那我就当观众了，这个我只能当观众，你们来。好的，我们试一下。好的，请上，谢谢。我们排练了一会儿。看怎么分工，谁唱哪句话。我觉得他们愿意接手一个新的队员，就是我进门了没多久，他怎么放心让我跟他一起表演，在他客人的面前，
他怎么对我这么放心呢？我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说明他非常的随和，很宽容，就是很宽大。他才摆弄啊，就是让你的嗓子挤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这个感觉就是更正常一点，就是说跟我们正常唱歌稍微接近一下，接近一下。用力点还是这个丹田，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位置，你比如说舌头的位置啊，对对对。反正投入嘛，哈，投入这么着，投入。那个您的表情很到位，啊，是吗？感谢大家，好，就是有一种捕猎的那个状态，你像。表情很到位，不出来了，哎呀，好吧，下班了。当然，我这次来内蒙古是第一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蒙古人，我感觉他们非常的朴实和很真诚的。你有什么感受呢？哈，我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地道的内蒙人。你看刚才听到那些蒙古音乐的时候，你就能想象到草原很辽阔，能感觉到它的包容性，就像一个母亲的胸怀一样。嗯，好像就是谁，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在这里好像都能找到你的归宿，你的家的感觉。哇，这个说得很好，刚才我不是表达不清楚，他帮我表达清楚了。来，我没想到，就是说刚认识我的时候，他会这么好就对我。那老板亲自给我们倒酒，然后喝了第一杯以后，就把我称呼为兄弟。我觉得兄弟，我们刚刚认识，怎么会这么亲近呢？他这么说的话，就是会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然后我觉得很亲切的。这个是给我的好兄弟准备的一个我珍藏的一个酒，沃特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我们猎人酒吧，我们必须用我们家乡的礼节给你敬上一杯酒。安乐安乐马西内，爱多塞更要的泰，阿卡强米库切色，阿尔卡帕亚巴斯梅，你有耶，你有耶，你呀你呀你有耶，你有耶，你有耶。Neya neya neyo ye, undur undur morshine, unun saikeng yao delta, ukin chami kulchasa, unga jusa barsambe. Neyo ye neyo ye, neya neya neyo ye, neyo ye neyo ye, neya neya neyo ye. OK.我们所有的成员啊，祝愿我的兄弟在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啊有美丽的收获，同时把你最美丽的笑容一定要留在我们美丽的大草原上啊！一定会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一饮而尽，好，全部干掉 ，OK， 哦，很棒，爽，好，接受，哦，好的，哇哦。好隆重的，谢谢，客气，把我搞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么隆重，但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是不是所有蒙古人都会那么热情？然后我们在这个酒吧，我们坐下来聊一聊，那老板，不管我是来自哪里哪个国家，他就是看我什么样的人，我这么对待他，他才对待我，就是很平等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老外看得少，可能看到一个老外，哦，你看老外很有一种神秘感，哦，你过来，哎，跟我坐，喝点酒，就是因为我是老外，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来到内蒙，我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平等感，我觉得很好。旧世界，大哥龙华流水路，你们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的组合都11岁了，在一起做音乐，就是我们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特别激动，因为。
他的这个歌词让我们非常的激励我们，我们每次演出的时候都能让我们充电一样，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梦想一定要实现。虽然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伊恩唱歌，但是那天还是把我给惊到了，因为他唱得太棒了，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内和猎人酒吧的那两位歌手也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把一首鄂伦春族的民族的这种红歌和国际歌搭配在一起，非常的有趣。那个晚上燕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不仅交到了两位蒙古族的朋友，他还听到了蒙古族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夜晚是非常非常的棒的，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个城市在他印象中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如果到一个地方旅游的话，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美食、美酒和美女。早晨起来熬一大锅奶茶，这个奶茶是要喝一天的，稍微让它变点颜色，然后再放上奶茶。但盐好像不对啊，更像个汤一样吧，如果你加盐的话。对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海拉尔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叫成吉思汗广场。成吉思汗你一定知道吧？那当然了，他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嘛，全世界都知道他。他不是来了我们欧洲嘛，敲了我们的门嘛，敲了敲门。对，这不是成吉思汗吗？这个不是成吉思汗，是他的弟弟哈萨尔。成吉思汗在打下天下之后，他把他的土地分封给了他身边的这些兄弟呀，或者是他的大将。明白明白。呼伦贝尔在古时候就是哈萨尔的封地，这样子。所以这儿会立他的雕像。海拉尔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城市啊，蒙元文化体现得特别集中。燕，我想问，如果到一个地方旅游的话，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那应该是美食、美酒和美女。哎，对，唯美女和美食不能辜负。所以在海拉尔的话，我首先想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品尝我们蒙古族的美食。可以啊。现在我给出你几个选项。还是你来选择。呼伦贝尔有非常广阔的草原，有非常好的牛羊肉。所以我推荐给你的首先是牛排、手把肉、
然后还有奶茶，还有火锅，四个选项你来选。哦，因为早上嘛，要不我们去喝点茶呗？喝奶茶可以。哎，好的，那现在我们就。